呦，大家好，我是天使幽灵，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一款线上游戏，叫做 Black Desert 黑色沙漠。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但我还没有玩，所以哈哈。然后它是一款韩国的游戏，对，但在台湾却是去年一月多的时候出来的吧？对，那它不是一个免费的游戏。它是需要，我记得最便宜的要的产包好像是300块台币，或者是10块钱美金。但现在呢，它有推出一个活动，就是你只要应该怎么讲？应该先讲这个才对。它在它的官网那边，你往下面拉一点点，它会有一个好友体验卡还是邀请卡之类的东西，可以原本是可以免费试玩7天的，对。但现在他有推出一个活动，就是他那个延长到17天。那如果你在这个期间，连续上线15天，然后加上你的等级已经到了56等的话呢，你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一款游戏。所以我们就事不宜迟，赶紧来开始赚我们的300块吧。那我有调一些设定，因为可能就如大家所知的那样子，我的电脑效能并不是很好，显卡也是很低阶，但我还是想玩，所以请大家见谅。有点那个的话，哦，对了，我们再说一点，黑色沙漠它因为它有在其他地方推出，像是欧美、韩国、日本、台湾这些地区的那个怎么讲？他们在这些地区有自己的营运商，就自己开这样子，对。所以呢，他会锁其他地区的 IP。那我一开始也是没有办法上，他可能把我判断成欧美吧。但现在只有那个台版是对没有营运的国家的玩家有开放，所以我还是一样可以来玩这款游戏，尽管然后我也没有翻墙，也没有翻 VPN。 那总之先都叫一样好了。是的，那这个游戏呢，它也是像我之前一款线上游戏叫什么，我已经忘记它的名字了，上古世纪说的一样，它也是比较偏向生活技能方面比较自由度比较高的，那你可以也是一样可以就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然后也可以最特别的是它可以好像可以雇用劳动者来帮你就是耕种这些田地等等的，然后让你获取更多的资金，对。然后那它的宠物系统好像也还蛮广的，都还蛮自由的。然后我觉得跟上古世纪比起来，我比较喜欢的是它的世界看起来是比较色彩丰富，然后就像这一边，它就有一大片的草地，不像上古世纪就是整个就是很荒凉的感觉。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在上古世纪里面选的是兽灵这个角色，他们就是一个游牧的一个种族，所以就会比较这样子一点。但是我认为一开始就没有办法吸引我继续玩下去的话，即使他的职业是很自由的，但我就没有办法继续玩下去了。好，然后我们来看看哈，我们来选伺服器。首先，哦哟，经验值加成哦。那我们要赶快升到56等嘛，所以我就在奥尔比亚之二这里好了。那我们就创建角色。是的，那这里的话，我不知道录起来会很累个，完了。他这里的角色基本上都是人类，他并没有其他的种族，像是兽人或是矮人、精灵等等的，全部都是人类。但是他的职业有分男女。你看到这边就直接开始，就是你是看你想要什么样的职业，然后什么样的性别。对，像就是说武士战士，我记得是对另外一个吧，新出来的嘛，女斗神、女武神这种感觉。那游侠，好吧，总之像是
武士这边就有梅花，他们两个就是类很比较相似的职业，但就是有性别之分。然后还有忍者、女忍者、巫师、女巫这样子的性别的分歧点，但职业是类似的。但然后比较没有再分性别的话，应该就是战士，应该就只有这个职业，就只能对这一个性别的话。我先讲是不是怪怪的，就是战士、游侠，然后狂战士、魔女，训练是决斗家，决斗家跟战士我觉得就有点像，战士应该就是跟女武神、女斗神，女斗神就是跟决斗家吧。还有黑暗骑士，黑暗骑士这个职业我有稍微爬一下，我那他在一开始在韩国他是一个很强的角色，他可以使用剑，可以使用魔法，然后有一些招式是比较就是像是开挂一般的。那他在韩国的自从我忘记几年的，但是七月之后他们就把他大幅的削弱了。对，他是使用强大太刀还有魔法的黑暗骑士，以敏捷的动作贴近砍进敌人，然后中远距离用魔法先发制人。这个角色其实也不错，但其实我比较想要玩的，因为他这里没有兽人角色嘛，所以我只好选驯兽师，这样至少还有一只小狗狗，一只小黑狼可以陪我们一起战斗。她是一个身躯比较矮小一点的女性，那她会召唤黑狼一起战斗，平常可以骑着黑狼攻击，即使没有黑狼也可以用小巧的身体敏捷的进行回避，有时候还能感觉邪恶毫无怜悯的进行攻击。从纯真又单纯的感觉里涌出驯兽师的绝对力量，觉醒后携带蓝天棒可在近战中发挥破坏性的能力。那她的操作难易度比较低，但也没什么防御，然后连接回避跟攻击倾向都是比较高一点的。我其实好几个有在考虑的角色，就是总我是说职业。欸，胸部会摇，欸，你们有看到吗？胸部会摇，欸，好猛啊！我其实以线上游戏来说的话，我以前都是玩魔法师的，可是近年来魔法线上游戏里面的魔法师都需要，就是你要先怎么讲，你要下一个远程魔法，你要先判断说你要落在哪一个位置，像是落雷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要先判断说它会要落在哪一个位置。那这一个我就觉得很麻烦，他没有办法说我就是选择这个敌人，然后就直接冲上去攻击。所以我最近算最近吗，应该说在那发现这个之后，我玩的角色都是比较偏向盗贼的那一种感觉，就是近战。女斗神这是新推出的职业哦，感觉好强悍呢。拳法、气功等近距离格斗技术可以连接，随意连接武功，觉醒后可以使用青，有没有出来，但 wiki 上面好像写叫青龙吧。攻击中砍龙会出现帮级战斗哦，也会有一只龙是不是？不要，我还是选驯兽师。我们看一下觉醒的武器是什么，一根棒棒。好，我们就决定这一个驯兽师吧。那他哎呦，星座我是哦，他的星座不一样，有什么盾牌座、巨人座、骆驼、黑龙、猫头鹰、大象、马车、封印石座、哥布林、钥匙、锤子跟船舶。那他是有差的吗？如果是有差的话，那我选可爱一点的好了，像是猫头鹰或者是黑龙吧。你选猫头鹰好了。哦，欸，旁边有那个介绍，猫头鹰座
耿直固执过人的知识是天才是傻子。那黑龙呢？财富和名声，高贵细心敏锐，社交哦，我超不会社交的。意志耐心温驯才子哦，骆驼好像不错哦。巨人梦想怀有大志，迅速的观察家。盾牌理性，对自己要求严格，有计划性。船舶潇洒乐观自由流浪者。锤子保守有义气，乐于助人热情。钥匙卓越的集中力，追求知识淡然决断如流。哥布林语言学家，信念睿智，处于暗于处世之道。封印石座谨慎奇特，带着秘密，短命不行动力，含着金汤匙出生。高贵精细打算。大象荣誉，信念坚定。愚钝舍身奉献，值得信赖。好吧，那就猫头鹰不看一下、哦、基本操作。右键会回旋哦，然后滚轮缩放，然后相机的位置，好看一下，角色名称也是天使幽灵，然后客制化哦，这边可以开始选了。好，我们先从发型开始吧。发型。看一下，不过其实我在我去爬文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人会用，你可以，就是有人会用头发，然后把它捏成一个耳朵出来，这样他真的很有才，好厉害。他们就是可以把下面的头发，然后把它弄到上面去，然后捏成一个耳朵的形状，超级厉害的。可是因为他做的很细，你们有看到吗？这个发丝这种地方，他们做的很细致。可是这样就有点披头散发的感觉。怎么都没有我喜欢的发型？反正选个这一个好了。看起来比较有 style 一点的。好，这个就是我们主轴的主要控制器，它会有这什么？哦，是的，看起来很复杂，对不？我也觉得。你们有看到差别吗？就是它很细致，我可以这样子调，是不是？那我要回去这个地方。可是他有刘海耶，可是他是卷发耶，所以我可以把它拉长，然后变得很长很长的意思咯。哇，这样子要捏很久呢，亲爱的。有，那时候就是看到别人就是把下面的拉起来，真的觉得有够神的，就是他把下面拉着上面，然后这样子调形状，真的超猛的。哇，这样捏很久耶，我的天哪、啊、你们看看这捏多久啊，我每一撮头发都要这样子改，我的妈妈咪呀、啊啊、这是哪一个部分的啊？这头后面头发的部分，我是短发所以没有。哦，这武器可以先离开吗？没在话里的哎呀。他，哦不，太麻烦了。这是什么？太累了吧？我看这是哪个部分？这个部分。哦天哪，我，哦。我好像不适合玩这个游戏，这个捏太久了。可是我不是卷发阶段哦，我看到，我看到，你们有看到吗？这里玉米烫。哦，我不行了，我要放弃。
可是卷发直发哦，嗯，我可以好像这个发型，可是我不喜欢它后面绑起来的感觉。我们可以先捏其他部分好了，我们先捏其他部分。这个头发我们最后再哦，基本发尾跟头发内。算了，我们捏其他部分好不好？这个我觉得有点太难了。我们先捏脸，之后发型放到最后面再来好了。太难了，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对不对？我知道的。完了，我超不会认人脸的。完了，我觉得长得差不多。完了，我脸盲。哦，每个细微的变动感觉起来都没什么差。这个好了，皮肤来了，我们的选择地狱。到底是哪的？这个好了，粉粉的。哦，有，太油。脸型来了，太麻烦了啦。要左右对称，调整部位，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好，我觉得没有什么很调的啦，我觉得都很漂亮啦，超漂亮的。我们先剪其他部分，逃避问题。眼妆好，我们来化妆。哦不，我选择太久了，被推出来了。没有，我之后再讲。没有、啊，你就讲啊，陪我。哎呀，真的是我之后会再看到剪。原本是什么颜色，它也没有框出来呢。你居然上一部就变成那个颜色，我觉得颜色很难挑。颜色很什么？很难挑。因为你们男生没有办法分辨出这种颜色啊。当很多支口红摆在一起，你也没有办法分辨出它的颜色，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就是都是红色的、啊？看得出有，我看得出有差异，好吧？哎呀，我是说，它的那个你的选项套在你的角色上，那颜色很奇怪。因为它都是以自然的、啊，它只是像是现在人的皮肤也有就是偏红偏黄那种啊。当然是你可以再夸张一点。第三个黄卡。我刚看这个粉嫩的还不错，刚哪一个？这个吗？这个偏灰一点，是吗？我比较喜欢白一点，就是太黑，这就是刚刚云蒙那样子。这个有偏灰哦，还是因为发色的关系让你觉得它灰灰的？偏暗吗？皮肤偏就是比较稍微暗沉，暗一点，你可以调那个闪亮。我看啊，我之前在练习的时候，我看闪亮，哇，闪亮真的是像是把油画涂在胸罩都变亮，哎、欸，真的耶，哎，变材质变不一样，这个是钢盔了，没有，这是布，然后你把它调最亮，然后这是皮革，皮革上面那么亮，可以啊，皮鞋就是想把它擦亮而已、啊，喜欢布的内衣还是皮的内衣？你问我？对啊，我就觉得没差，大概这样子。有人穿皮的内衣吗？有啊，女王那个皮质的、欸。耳朵拉长。我他妈可以，但是脸型，我那次是调脸颊，我把它变得稍微尖一点。嘟嘴，啾啾啾。眼睛。我觉得这种时候，如果你心中有一个目标，你要想要说你要捏得像哪个女明星之类的，那种就很好捏了，你就会比较知道要怎么捏之类的。可以，很完美。我觉得这个脸不用再动。化妆，下一步，来眼妆、眉毛，我知道、哦，我有看别人说越高越细，越低越粗。
然后我的头发全部遮住了眉毛。反正你遮住了，你不用不用。不行，就算看不到，还是要修个眉毛的。